本场比赛，蓝方来自哈萨克斯坦，鲁斯特姆·伊斯巴耶夫。 选手都跃跃欲试啊！是，迫不及待了，比赛正式开始。嗯，并没有出太多的骚乱，后手高扫，后手，王王吉征两次拳把击中，扫了，扫了，扫了，十字过，十字过，用用。站起来，两个人逆向，王吉征把对方摔倒在地面上。这个非常漂亮，把防守，王起墙，把王吉征翻过来，转换非常快，前手。 踢胯下，王启战，斯巴耶夫没给机会拉过来，想过腿被踢倒了，被踢倒了，王启战站起来，重新回到站立，哎呦，打倒了，给打倒了，足跟勾，足跟勾，我们看，左脚跟，哦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哇，漂亮，王启扔足跟勾，降服。 对手获胜，有过来，人还没有转过去，膝盖已经顶过去了。是，其实你看，在空中的时候就已经要拍了。足跟勾是针对脚踝和膝盖两个位置的这个杀伤能力。对，这个在动物界当中呢，蟒蛇、鳄鱼都会经常用到这样的状态。没错，而且这种伤害一般来说是不可逆的。下面宣布比赛结果，比赛结果，红方胜。